看够笑，我是香边。Hello， 你好，我是李强。现场有我们的小萍姐，欢迎欢迎。哇，话说最近真的是太热，真的。我跟你讲，马来西亚只有三种天气：热、很热跟非常热。热浪来袭，热到已经身体啊已经要被烤焦了哈，甚至是那个鸡蛋，据说如果放在地上的话，可能还会被烤焦。这种热的情况最长，据说可以到九月份，怎么忍得了啊？会不会再延长？不知道啊。但是现在就提醒我们说，11点到4点之间呢，不要出去外面了，不在家里面。可是在家里还是一样很热。对呀，你看啊，地表的温度呢，恐怕会升高，降雨量又减少，没有下雨，地表又热，热到可以煎鸡蛋。热浪来袭，去到哪里的都是那么热，都不想出门的哈。环境部长说呢，料热到8月，我觉得可能会到9月，也说不定，真的是很烦恼的啊。OK OK， 那所以呢，现在解决方法就是躲在家里面哦，另外就是开冷气啦。可是开冷气之后，你的电费就涨涨涨，涨个不停啊。对呀，你看不是我们讲哦，你看新闻报告看有讲，你看到首相安华说，一个家里面如果有4台冷气机的话，给电费点到你半条命，不再享有津贴，也就讲说电费会起价。没有错，下来呢，下半年就会起价情况底下，你再开冷气就是会要负担更大了。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产品，没错，就是我们 Home 的3合1无叶负离子净化扇啦。为什么呢？它是3合1，很好哦，它可以帮助你呢降温，降了温之后呢，帮你除菌，还有净化空气的功能，维持你身体的维持你家里的整个适合的湿度哦，把健康散播到底整个家里面，整个空气健康了，人吸进去的空气健康，人自然也会神清气爽，不会那么的疲劳。是你在家里面想要开冷气还是可以，但是你开冷气的那个时间就变短了咯，因为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风扇来代替吗？而且呢，吹出来的那个空气呢，肯定是质量非常好的，可以抗菌，可以抗尘，最重要的就是它净化空气。对，重点是无叶的高科技，这个是黑科技来着。如果你要买呢，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产品啊。哼，我跟你讲啊，在外面真的是很贵的啊，但是来到我们这边很优惠，有两种非常好看的颜色让你选择。是，首先呢，就是有这个豪华紫啊，就在香槟身边的那个啊。另外呢，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个蓝色了哈。那梦幻蓝哈，希望是大家是可以2选1。总之，哪一个颜色买回去都能够达到你家里边的那一个 feel。对啦，你看外面买的话1000多块，最便宜要799，立即黑科技嘛。好，市场上面一台购秀可以买2台哈，今天输入这优惠码 love35 呢，就可以让你得到更多的享受，就是466令吉就可以买回去了。外面买一台的价钱，在购秀可以得到2台，2种时尚颜色供你选择，分别有豪华紫或者是梦幻蓝。来，市场价呢是1199令吉的，让你折扣价近60%，节省了700令吉，限时优惠499而已，太超值了！来看一下，现在买的最优惠，使用优惠码 love35 再折35令吉，全马来西亚最低的价钱464令吉而已。上网订购呢更加优惠，因为你马上呢又可以再得到我们购秀的24令吉95%的积分，供你下一次时候使用。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购秀 app 下单。风扇越吹越热，每次吹到呢，哎呀，皮肤痒痒啦，眼睛干干，因为它吹的是死风，而且不是循环风，我们的是解热的神器，它就很像一个空气的搅拌棒一样哦，能够呢把呢室温的这个温度呢达到一个最佳的水平，而且你看它的外形，哎呦，非常的时尚，非常的好看。不管你家里面的装潢是如何，都可以呢衬托出你家里面独特的风格，尤其是家里面呢有小孩耶，有的时候太热啊，他没有办法做功课的时候，打开来吹，吹得特别的爽，而且它没有叶子哦，它很安全，小孩的手就不会被割到，也不会被夹伤。除了是净化空气之外呢，再来它很厉害的两个点是，我们有银离子还有负离子啊，就是一般上我们要到山林里面去啊，要去瀑布的地方才能够吸收这一颗啊负离子嘛哈。那今天不用在家里把这一个我们的无叶扇打开之后呢，它就会净化空气，然后它那银离子就会把那些所有的微生物的 DNA 破坏掉，就不会有细菌产生在你的四周围了。对呀、啊，你说啊，就是在外面的你要买那负离子啊、银离子的这些净化扇的话，都是天价，都是很贵的。没错，现在呢，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森林啊，把这种健康的空气呢，直接带入到你家，因为我们的这个净化扇里面呢，就有银离子跟负离子。如果不懂得选择的话，哎呀，这些古董。
懂啊，好可怕、哦。哥哥，你家里面肯定是有这一台的，它肯定没有银离子，没有负离子哈。那重点是它很碍事，很大一台嘛。再就是呢，你伸手进去的话呢，可能随时哦就被割断你的手哈。所以今天啊、你要选择的就是我们隔壁的啊、那个香槟身边的那一台。对啦，那有些人讲说没有关系，我在外面买喽、外面买的话，那就买到这样子的喽。我跟你讲，像这样子的话呢，700-800块、1000块呢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看到没有，它很矮，然后它送风的这个范围呢也是很小，它的出风孔呢就不如我们的范围来的大，所以呢送风的距离是非常有限的，赔了夫人又折兵。但是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品质生活，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家里面装饰到美美，对不对？我们就要买这种 all home 的非常高级的这个设计。你看，哦，我站在他旁边，我整个人感觉上，气质出众哈、整个哈、就是呢很阿达这样子的感觉。大家看到吗？它是左右啊，它左右啊，就是呢会有这个120度广角的幅度范围，非常的棒。来，各位观众朋友，和大家讲一下哦，要怎么样去使用这台机呢？马上它可以 detect 到呢你室内的温度，现在室内温度是23度，要使用的时候呢，直接 on off 就可以了。那再来呢，如果是说你要选择风速的话呢，你甚至可以选择1号风速、2号风速、3号风速。你要开启呢这个银离子的话呢，直接按这一个负离子啊就可以了。那再来，如果是你要它 swing 的话呢，可以你按一次哦，它呢就可以呢达到这个左右摇摆120度的这个幅度啦。那如果是说你选择了一个方向，你要它定点的话呢，你再定一次就可以了，就是那么的简单。那我们说呢，它有这个除菌的功能，为什么呢？因为它呢有标配负离子，就是它的滤网在它的后边。是银离子。银离子，银离子呢打开来之后啊，各位观众朋友，这里很简单的，打开来之后呢，这个银离子的这个隔网，如果是你要洗的话呢，直接丢进那个水槽就可以了，就是那么简单。是，那如果这很像是小兵姐这样坐在她的那个沙发上面不要动的话哦，一个 remote control 也可以操控的哈，所以我们连 remote control 也给你，你可以很方便啊。很多时候我们很担心说吹着一般的风扇它会吹到脸，它很不舒服，特别老人家不喜欢那种直风的嘛。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一个呢负离子净化功能，那包括说我们是有120度的超广角的时候呢，它可以让你整个身体都是吹到这个平均的风量啊，让你很舒服。对呀、你看呢，如果用普通风扇的话，小萍姐的头发就像 Lion King 这样子，吹到四散五落，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她像淑女一样，像贵妇一样哦，那个风不会吹到她的脸痒痒的，也不会让她的头发乱糟糟。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是呢，空气的搅拌棒，把这个空气呢，再用我们的搅拌棒呢，把它给打碎，所以呢，四面八方吹出来的风呢，都是非常的凉爽的。是，再来它的外形非常好看哈，放在家里边了，任何的这个风格你放上去呢，它就只有加分的效果。所以两种颜色给你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蓝色，一个是紫色不管哪个脸色的话，都是很阿达斯的感觉。是是是，所以呢，我们现在呢，马上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美好。因为呢，我们说呢，风扇最基础的，它一定要有这个送风的距离。没错，这个送风的距离呢，我们的是达到6米，所以你现在呢，不用坐到前面哈。有些人吹风扇要坐到最前面，这个不用，因为有6米，你即使是坐到很远，他都有本事吹得到，看到没有，各位观众朋友？哦，他这个风呢，已经开始在吹了哦，你看。是。非常的凉爽，已经把我给埋没了，看到没有？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所以今天你即便是开冷气这个示范给你看，就是你空气中已经是冷气团的时候呢，再来我们这一个风扇无叶扇，直接呢就让它更加的均匀的分配到每一个角落去。所以你可以把这冷气呢，一下下就把它关掉，然后直接开我们风扇，就可以省下很多的电费了。对啦，没错啦，不只是我们非常的喜欢，我们的小萍姐呢，对它呢也是情有独钟啊。非常非常棒的这个产品哦。其实以家庭主妇的那个角度来讲呢，现在天气很热，那么我们就热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呢？就是会电费。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电费会飙得很够力。因为自从4月开始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里的气候呢实在太热，热到不行，有很多中暑的这个病例了哈。所以我觉得我儿子一放学回来呢，他去到客厅又开一个冷气，去到房间又再开冷气，去到那个吃饭厅也是开冷气，所以我的四周围的房子呢都是有冷气，所以呢一时
接受不到那个电费，一收到的时候呢，电费就飙到很厉害，很厉害。然后，但是呢，如果是你家里是有劳保的话呢，我觉得这些老人家如果是一天里面呢，算他12个小时吹冷气，是真的是不好的，因为对他们的皮肤啊，对他们的呼吸器官呢，是有一些的危害啦。对呀、啊，尤其是有气喘的朋友们呢，那就不好了。我们这是三合一，它是你的解热神器，又帮你降温，又帮你除菌哦。啊，我跟你讲哦，现在呢，很多人都回到家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呢，不是冲凉，而是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是不是有很多细菌包？包括很多家庭，包括我家都在拜拜，是有很多烟，对不对？没有错。但是因为呢，我们有这个银离子哦，这个过滤的这个功能，大家看到吗？这里呢点的就是那些烟啦，比方说你拜神啦、拜拜啦，这个烟经过我们这个负离子的隔网之后，银离子的这个隔网之后呢，马上出来的效果呢，肯定就是让你一目了然的，因为它不会有肮脏的那个气体出来。是，你看呢，经过那银离子的过滤之后呢，by right这个烟是不是从我这边？吹过来，对对对对，你会看到那个烟，我们特别做了一个黑板给大家看，但是这里你看完全是没有烟的，因为银离子呢已经把那这些呢有害的气体马上就把它给隔除了。来，各位观众朋友，不是我们嘴巴讲讲罢了哦，我们真的是呢有色有报告哦，来证明给大家说呢，我们的品质呢真的是毋庸置疑的。好，来你看这个呢报告有讲说呢，我们是有这个银离子的，大家呢可以用的安心哦，它有这个除菌的功能，家中有小孩有老人呢就特别的适合了。再来呢，还有这个负离子的浓度，让这个空气的健康指数 up。好，没有错。那所以今天呢，买回去是三合一嘛，除了是让你的可以降温之外呢，同时也可以净化空气，可以杀菌哈。所以今天买回去的是绝对会让你不需要去到森林就会享受负离子，那不需要担心说回到家里面可能有带回来的那个二手烟啊，或者是甚至我们拜拜的情况啊等等啊，那这些烟雾呢都可以被净化掉哈。所以在家里哦，你可以很舒服的站在沙发上面，或者是你直接呢，降低你的这个电费的最佳机会啦，因为不需要开冷气开那么久嘛，哈。对，而且呢，每次呢开了冷气啦，每次开了风扇之后呢，除了是电费很高之外呢，一定要坐到前，但是我们的送风的距离有6米，所以你坐在你客厅里面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吹得到风。但是不懂得选择就买到这种呢XX的品牌啦。什么问题？那它最大的问题呢，就是那个风速哦，它也只有在那个小小的范围里面，所以你看它是没有办法可以覆盖到任何的角落的，不像是我们今天的 home 哦，你看它那。一个风速呢是稳稳的，就是让我们整个环境底下呢都可以很均匀的。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到没有？它的风够集中哦，就好像那个飞机啊，那个涡轮的 engine 一样哦，它是龙卷风，它又很集中，就可以把那整个布袋呢给撑上来。但是这个风哦是七零八乱的，没错，吹得很像那个 Lion King 这样子的，它就没有办法呢往上来升，它是乱打的那个风。这种叫做什么风？这种叫做死风。死风的话呢，你放在家里面呢，你家里面就变成死风。所以风水不好，对健康也不好，吹得头晕晕的，特别是对小朋友或者是对老人家啦，我们就说像小平姐也提醒说哦，不可以让这一个老人家在冷气房太久，或者是那个直风哈，所以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一个无叶风扇哦，它的风全部均匀的分泌到这个空间里面的四面八方的时候呢，就可以很舒服很自在了。对啦，哎呦，一讲到做精明的消费者，就一定要请教一下我们的美魔女小平姐啊。还有刚才我不是有提到说那个我们的电费很高利，自从4月开始哈，每一次收到电费的时候怎么飙得这么厉害，因为什么东西都涨，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节省，对不对？但是哎呦，我的儿子真的是他不可以，因为他一旦热的时候他的皮肤就开始痒哦，流汗，对，流汗的痒，对，所以是如果是你家里有一个哈，因为它不会很大也不会占空间，所以是你可以说你要去那里你都可以推去到那里，比如讲房间也好啊，客厅也好啊，厨房也好，尤其是我煮饭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煎炸那个烟味啊，哎呦，我跟你讲真的是你出来的时候你整身都是很臭烟味的。对，我跟你讲哦， Happy 妈哦也是有哦买这个产品，为什么？因为 Happy 妈很喜欢打麻将啊，她每次 complain 讲说打麻将的时候四个角很热，然后她买了这个，因为那个送风的覆盖范围哦是120度广角嘛，又是6米，哇，四个人吹得爽爽，而且用一人一台风扇，对啊，而且
且你睡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到你醒来，如果是你真的是睡八个九个小时的话，你隔天醒来你皮肤会特别的干。哎呦，所以我觉得是通常是用这种东西，是老人家也好，我们这种人这种年纪也好，或者是小孩子也好，这种是最好的，对对皮肤不会有伤害，又时尚啊，又容易洗。你是贵妇吗？你用的东西叫时尚哦。对对对对对对。你看你看到很安全。里面是没有的，你看。哎，对对对。因为如果是有客人带那种小孩子来，我们很很怕他的手指很小，对不对？对。一插上去，我们都很糟糕。但是这个他动来动去，你看。都不用紧的，对、哦，不用担心会割伤手指啊。是，除了是安全的考量啊，你买普通的风扇的话，它不是那个骨架吗？你很难清理，这个要抹很容易，是啊，就已经抹得很干净了哈。而且呢，不是我们嘴巴讲讲而已哦，就是连首相安华他也是有讲哦，这个电费要起价了，新闻报报看讲的哦。你看呢，类似的产品，如果你用的呢是我们的家的产品的话呢，那个电费一个月多少钱？20.4块罢了哦，20.4块罢了。但是如果你用的是冷气的话呢，185.7块呐，哇，多了9倍，将近10倍的价钱了。而且你要在外面买呢类似的品牌的话呢，你看那品牌 XYZ 的话，温度的调节、负离子净化、银离子的净化，完全是没有的，我们通通都有。而且呢，普通的风扇呢，这个它的速度呢跟我们的是差不多，但是呢，幅度的范围呢就很小，重点就是价钱，880令吉、799令吉，最便宜也要700令吉，而且呢，定时器呢只有区区的7个小时，我们的最划算，499令吉。还给你8个小时的定时，还再加上了有这个 Siri 的认证。没有错，没有错，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哈。其实我们品牌 W 啊、X 啊、Y 啊、Z 啊都是贵的，700多块，甚至到1000多块的都有啊。但是今天呢，我跟你说，市场上面你买一台的话，够是买两台，因为现在只需要464令吉，记得进入这个优惠码 Love35 就可以了。对了，两种时尚颜色供你选择，分别有豪华紫或者是梦幻蓝。两种颜色都很好看，市价1199令吉，折扣将近60%，马上节省700令吉，只先播放时段499令吉罢了。太划算了啦！而且现在购买呢更加划算，因为你可以输入优惠码 Love35 呢，再购你35令吉，所以全码最低价464而已。上网订购更加的优惠，马上获得高售24令吉95%的积分，相当于现金回扣，让你下次使用。太好了，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过去 App 去下单吧。最近真是热到半条命，人家讲哦，就是心静自然凉啊，但是太热了，心没有办法自然凉。是的，那教给大家呢一个好的方式哦，就是开冷气，开了冷气大概1-2个小时之后呢，关掉你家的冷气，开启我们的 Home， 它除了帮你降温之外呢，它还有负离子还有银离子，帮你达到双重除菌的效果。再来高科技，为什么它是智能触屏 LED 的屏幕，更加的时尚，更加的有科技感。是的，你只要这样子点一点哦，就马上可以操作了，甚至你有一个remote control 哈，你坐在非常远的地方呢，你只要对准它就可以让你很舒服的打开你的这一个净化空气机了哈。我们有银离子，它可以帮助消毒，无叶的设计呢是可以保证你的孩童的安全了哈。所以呢，今天呢不担心说如果呢家里面有其他的小孩的话呢，还要一直看管它哈。所以今天呢，赶快把三合一智能无叶净化扇带回家，丰收节快乐！我们也提供东马免运费。今天只需要输入这优惠码 Love35 呢，就让你可以折扣35块那么多。为您带来 Home 三合一智能负离子无叶净化扇，它是您的解热神器，净化空气，快速降温，三合一可以降温、净化和抗菌，时尚又实用，厂家给您1年的保修服务。两种的时尚颜色供你选择，首先有 Luxury Purple， 也就是豪华紫，或者是 Dreamy Blue 梦幻蓝供你选择。市价是1199令吉，但是现在折扣将近60%，马上节省700令吉，只限播放时段499令吉而已。现在购买最优惠，输入优惠码 Love35 再扣你35块，所以全码最低价464令吉而已。上网订购更加的优惠，马上获得高效24令吉95%的积分的现金回扣，让你下次使用。来，负离子净化功能以及银离子过滤网双重净化空气，可以给你抗菌功能，尽享健康自然风。120度的广角送风，覆盖的范围更广，8小时定时和静音，方便移动，节能省电。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过去 App 去下单吧。
哇，你看哦，这个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贵妇的生活，对不对？我们说呢，人都在进步嘛，哈，科技在进步，人也要进步，所以呢，我们要告别呢传统的风扇了，像小萍姐一样，在你看，她其实呢不需要放得很前的，因为她送风的距离呢是6米，120度呢覆盖的范围，所以呢，甚至是你坐的比较遥远一些些的，你绝对吹得到，而且吹了眼睛不会干干，皮肤也不会干干，吹了之后很像女神一样，像拍那个 magazine cover 一样，哈。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除了是可以给你降温之外，还可以抗菌呢，还可以给你负离子、银离子，不需要去到森林了，不需要去瀑布了。好，今天呢，你家里面可能是有这些哈，很难洗的哈，那又担心说你的手伸进去呢，可能就会割到哈，所以今天这么大搞，所以后我们不要了，我们直接呢换小一点的。你说换小一点没有错啊，但是外面买很贵，又没有这个负离子，又没有银离子哦，买我们 home 就对了咯。对啊，这种哈，你用来哈啊，就吹头发啦，你冲了凉之后你要吹头发，你的头发会被卷进去，对，很危险的。所以很多人讲说不用紧，像病我买这一种咯。但是你看到吗？大巫见小巫啊，而且呢，它送风范围不够广，范围呢也不够大，所以买了之后呢，买了有吹等于没有吹。但是我们的就不一样了，又时尚又高尚，对不对？你看整体看起来后、哦、家具的风格呢 out 了呢几个层次，非常的好看。而且呢，大家看到吗？它的出风孔哦，它是整条，你知道吗？比起它隔壁家的呢多了很多，所以呢，它的这个送风的量呢是更加的多，更加的凉爽。再来呢，操作方面呢，它是 LED 呢触屏的这个方式，所以呢非常的简单操作。它一开始呢，它就会 detect 到你家里面室温的温度。现在的室温的温度呢是23度，再加上呢一档、两档、三档，你可以自由来选择那个风的速度。你要开启这个负离子的模式也可以。再来呢 swing。哦，你它甚至是可以左右来摇摆。那如果是说呢，你要它定点的话呢，你再按多一次，它就定在呢你选择的这个方向了。太好了！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非常厉害的这个哈银离子，哎，新冠肺炎呢在爆发的时候，银离子的产品卖得很夯很贵，是对不对？我们里面就有很贵的银离子来帮你做到呢双重呢这个除菌的效果。打开来之后，各位观众朋友，你看整片哦，它是一整片，它不是小小片罢了，一整。整片都是银离子，所以呢可以达到呢这个除菌的效果。丢进去水盆里面洗也可以。再来呢，还有标配这个 remote control 给你，所以你要远程操控它的话呢，也完全没有问题。好、哦，太好了！所以两个颜色给你选它，一个呢就是紫色，一个蓝色哦。不管哪个颜色都是很好看哈。这件设计就买回去的，它不只是让你降温的风扇，它是无叶扇之外呢，它同时是抗菌，它还可以激活空气的那些氧气。所以呢，我们有负离子、银离子可以把微生物的 DNA 全部打破掉呢，就让你不会有菌。然后呢，在这一个环境底下哈。所以今天赶快，只有在这个直播时段呢，因为是新品上架哈，才让你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哦。没错了，再来呢，我们说呢，我们送这个展示给大家哈，这个送风的距离，马上呢现场呢就做一个示范给大家来看的哈，因为呢它是净化扇，没错。但是如果是说呢，它没有办法呢达到一个很强的送风的角度的话，其实你买了之后呢也是属于白买了，因为不凉嘛，天气又热得半条命嘛。哦，各位观众朋友，呼呼，我好像置身在仙境当中，看到没有，已经把我整个人遮掉了。看，把我整个人给遮掉了，所以呢，它送风的这个距离，覆盖的范围是非常的广，几乎把我这么大的一个人给遮住啦。哦，太好了，所以呢，今天呢，你可以节省很多的电源呐、啊，不用一直在开冷气了，你知道吗？冷气可以开一阵子，但是呢，关掉之后就把我们的 home 打开了之后，你就可以让整个室温哦一直保持在那个舒服的状态，所以当然就节省电了嘛，因为下半年就要涨价了。对，没错啦，哎呦，真的是很好的产品啊，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一定要赶紧下单。那除了是有这个负离子之外呢，其实呢有银离子的加持。为什么银离子一定要配上这个负离子呢？因为唯有这样，它才能够得到双重除菌的效果。比方说，你从巴萨回来，你的孩子从放学回到家，或者是你老公下班回到家，他第一件事情，现在很多人已经不是冲凉了，而是呢坐在沙发上啊，或者说肚子很饿啊啊去吃个饭呐、啊，就没有这个除菌的效果了咯。然后呢，这个细菌在家里面呢就自由的横行。家里人呼吸的空气的质量不够好的话呢，他就很容易生病。而且你会发现哦，你买普通风扇的话呢，这个空气会很干燥，所以一定要买具有负离子净化功能跟银离子的过滤网，让我们这个室内的湿度保持到一定的 standard。是，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说，哎，环境啊，因为很炎热的关系，可能到处都会烧坝哈、啊，是哎那个意外发生。所以呢，像这种污染空气底下，你就可以透过我们的银离子做
出一个改变，让你的房间里面，让你的客厅的素质改变。你看，比如说你有拜香的朋友啊，这一些污浊的空气进入到银离子之后呢，马上出来的就是干干净净的，完全无毒无害无这个气味的一个空气。因为它经过过滤了，所以这个烟的根本呢就过不到了这边。我这个黑色的板呢，还是黑色的板哦，一点那个烟的迹象没有，也包括了二手烟，也包括了厨房的烟，所以经过银离子的除菌功能之后。啊，好清新的空气啊，我根本就嗅不到那个烟的那个味道啊，不是我嘴巴想讲而已哦。你看我们真的是有啊这个色的这个验证，你看银离子除菌的功效有，它已经是有这个色了，而且哦它很光光，为什么除了银离子之外呢，它还给你负离子，哇，双重的保护，一个价位而已哦，所以为了你的家里人的健康值得。没有错没有错，今天呢也真的只有在直播时段才有这样的一个好康啊，使用优惠码的话可以让你省更多的，所以今天呢买回去的是一个它颜值很高之余呢，三大功能降温除菌还可以这个让我们的空气得到净化哦，多么棒的一件事情。对啦哈，哎呦，天气热到半条命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无所用心，你一直想要睡觉，但不是啊，连睡觉都睡不着。再加上呢，如果家里面有小孩的话呢，家里面小孩一遇到热的话呢，他就跟你说，爸爸妈妈，我要吃冰淇淋，我要喝咖啡冰，我要喝冷饮。为什么天气很热，但是呢，你喝多冷饮的话呢，对身体又不好，对不对？所以呢，直接买一台呢 ，Home 的风这个三合一的智能无叶净化扇，就对了。是摆在家里面的话，你不担心它随时的把手伸进去哈，不会是有那种散热的哦，可能还要看管它的安全性问题啊。今天呢，特别是如果是有散热的话，它吹的是死风哦，是时时吹在你的脸上啊，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特别有小孩有老人家的话呢，都会觉得不适合。今天你有这一个智能的无叶扇的话呢，它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它的空气是循环的，让你整个空气里边都有负离子，能够用银离子帮你处理掉那些细菌。对了哈，你看我们这个风柱呢，它是往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风呢就很像那个飞机还有那个潜水艇的 engine 一样，是非常的有力的，所以可以瞬间在里面呢形成一个龙卷风，把这个风柱呢给撑起来，它很集中，所以它吹的它不是散风，不会让它头发乱得像 Lion King 一样。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 XX 品牌的话呢，我已经很努力了，一直很想要让它循环，但是没办法，因为它的那吹出来的那个它的风速一个问题，再就是它的空间感哦，它没有办法可以那个很循环，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如何的让它很快速的把整间房间达到一定的温度呢 ？Sorry， 没有。对，没错啦。我们说到保持空气，就是降温很重要，其实流通性很重要，对吗？空气的流通性，就是在520的时候，我爱你这个大日子的时候，其实呢，是我很爱我老公，我就送一个这个给他，因为呢，他的那个他在做工的时候，他的 office 他是有抽烟的嘛，所以那个二手烟或者是那个烟完全都是一直都是在他的房间，所以我就送他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进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个烟味会比较重，因为他是有那个银离子嘛，对不对？刚才你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礼物。对，很多人讲说天气热就待在室内咯，你知道吗？室内的空气比室外的空气还要来得肮脏三倍。是，对。所以如果是呢，你室内的空气不流通，对，室内的空气肮脏的话，就等于是你长期处在一个垃圾堆里面，呼吸肮脏的空气。是，所以你只气管你的肺部啊，可能都会出现问题咯。你就变成垃圾了，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你这个你也是可以送一个老人家，因为双亲。清洁也是要到了，对不对？是。他们老人家呢，他真的是不习惯睡在那个aircon 嘛，冷气房，很干了。对，而且他们是有睡午觉的习惯，所以是他们是如果是在那个冷气房睡觉的时候呢，他们不会睡很久的，因为他们就觉得呼吸很困难。这个是我妈妈70多岁，有爸差不多这样的，他们睡一下子，他们就会醒，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冷风啊，它根本都是好像不流通，一直吹出它。所以你送它这个的时候啊，它可以睡最少的一个小时。有素质的睡眠很重要。对对对，所以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表达你感恩你父母的一个礼物，也是一个很好的。对啊。不要买那种哈，逮狗睡给他了哈，那种直吹的话就是死风来的嘛，一直打脸上，他也没有办法睡得很好的。是。但是肩膀往后面的话呢，它就绝对可以让我们整个人很舒服的放松，然后放松。对，而且它可以预设时间8个小时，比方讲说你要省那个电费的话呢，半个小时之后呢，你要 off 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呢做一个内在的设置。电费很可怕，尤其是我是住那个 service apartment 啊，你知道那个电费有几贵吗？
政府讲没有津贴得了哈，所以呢赶快把这个净化扇给买回家。你看如果是呢你用类似的产品的话呢，20令吉40仙罢了哎，但是如果你开冷气的话，恭喜发财啊，185令吉70仙，价钱足足差了10倍这么多。那很多人讲说不用紧的，我在外面买了，我不一定要跟你们买的吗？你看你在外面买你就亏了。为什么？其他的品牌哦，温度调节负离子净化、银离子净化的没有，我们的有啊，有一些有啦，但是呢价格方面就很贵了哈。再来呢你看呢摆动啦跟定时器呢没有我们的广，它的定时器呢也不如我们的强，但是价格很强，880令吉、799令吉、700令吉，很贵啊，我们的才499令吉而已，超值到。是，我跟你讲哈，凡是如果加银离子啊、负离子的话呢，这个产品肯定是要贵的，因为都是黑科技来的嘛。但是今天呢我们给你这个高科技，但是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你可以去上网看一下的，比如说 WXYZ 全部最便宜799，最贵的你看1188，我们今天不用，我们才要4998了嘞，真的超值到。外面买一台的价钱在 GoShop 可以买2台耶，要用优惠码啦。来两个颜色给你选它，首先有这个豪华紫或者是这一个梦幻蓝，两个颜色都很好看，都可以买哦。那市场价呢1199令吉，让你折扣了将近60%，省了700块，所以今天下单的话499而已。现在购买最优惠，使用优惠码 LOVE35 再折35令吉，全码最低价464令吉。太好了，上网订购呢更加的优惠，因为你马上可以再获得 GoShop 的24.95的积分，也就是现金回购24令吉95仙，下一次再可以使用。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 GoShop App 下单。哇，时尚又好看，而且是三合一耶，你不用分开买，风扇一台啦，啊除菌器一台啦，啊净化器一台啦，因为呢我们包咖料，它有这个负离子，每次去到森林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心旷神怡，特别的放松，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负离子，现在一秒钟你把负离子呢带到你的家门口耶。是，如果你每一台分开买的话，三台就每一台500块来说，你大概就1500了，我今天不用耶，464耶，要输入优惠码啦哈，当然操作上面呢是非常方便的，一件而已，你就可以让你去到你想要的地方，比如说这银离子你只要前面按一下你马上后面它就操作了咯，就会把那些细菌全部吸进去之后啊，直接它在整个释放出来的都是干净的空气。对啦，你按一下负离子就会出来了啊，这个银离子是 forever be there 的所以呢它是非常的好用的，而且呢它很智能，它会自动 detect 到呢室内的温度还有这个情况是如何。再来呢，如果是你要送人的话，最近很多人新家入伙，对不对？是如果是说呢你要送人的话呢，这是一份呢很好的礼物，父母亲节呢送给父母亲最好不过。再加上你看它那个银离子很厉害之外呢，还有6米的送风距离，所以你不用呢像传统风扇一样，哎呦一定要做到哈近近这样子来吹得到，没有，你即使是坐在角落头，你同样能够享受到呢非常舒服温暖的风。是120度的超广角所以你到房间里面或客厅里面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吹到它。再来就是我们还附上了一个 remote control 给你啊，你坐稳稳在沙发上面的话，你可能就不想动了，干嘛？今天啊，远距离的操作，远距离的就这样点一点，你就可以让这一个我们的无叶扇可以完全的正常操作。对，而且它是无叶扇，家里面有小朋友呢就很重要，因为小朋友手多多的时候，哎呦那个手啊，如果是塞进那个的风扇骨架里面呢，悲剧就发生了，那个手指可能呢就被绞烂绞碎了，哎呀，很可怕，妈妈很心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个是无叶的风扇嘛，所以呢就没有这样的危机咯。有些人在家里面呢是塞起的，什么意思？就是那个阳光塞起会塞进你那个客厅里面，哎呦，那个客厅的温度顿时升高，再加上如果你的老家呢是住那种新板屋的话呢，那个热度不断的在里面咕咕咕咕，人都会熟啦，人啊都会不健康啦，所以一定要买我们的三合一的智能负离子的无叶扇，因为呢它是呢空气的搅拌棒，把这些呢空气不好的空气呢全部给打散掉，排出你的这个室外，那你吹出来的这个风呢就特别的健康，它也可以帮助平衡你室内的湿度。是，没有错，所以它不是一般的风扇，也不是只是降温那么简单，因为我们有负离子，我们有银离子，银离子就是破坏掉我们微生物的那一个 DNA 嘛，让它不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那负离子呢，就是它可以激活空气中的那些氧气，所以呢，你今天已经开过了冷气之后呢，你可以在那个一小段时间呢，赶快把它关掉，节省电源之余呢，又可以让你空气呢继续的保持那一定的温度，让你非常的舒服。丰收节快乐，我们也提供东马免运费。今天只需要输入这优惠码 LOVE35 呢，就让你可以折扣35块那么多。为
为您带来 Home 三合一智能负离子无叶净化扇，它是您的解热神器，净化空气，快速降温，三合一可以降温、净化和抗菌，时尚又实用。厂家给您一年的保修服务。两种的时尚颜色供你选择，首先有 Luxury Purple， 也就是豪华紫，或者是 Dreamy Blue 梦幻蓝供你选择。市价是1199令吉，但是现在折扣将近60%，马上节省700令吉，只限播放时段499令吉而已。现在购买最优惠，输入优惠码 Love 35再扣你35块，所以全码最低价464令吉而已。上网订购更加的优惠，马上获得 GoShow 24令吉95cent的积分的现金回扣，让你下次使用。来，负离子净化功能以及银离子过滤网双重净化空气，可以给你抗菌功能，尽享健康自然风。120度的广角送风，覆盖的范围更广，8小时定时和静音，方便移动，节能省电。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 GoShow App 去下单吧。热爆啦！卫生总监说最近天气很热，不要外出户房。怎么可能？我要上班呢。是啊，如果你躲在家里的话呢，啊，你是不是就想要开冷气啊？我跟你说，开冷气的话呢，你的电费很高。那今天呢，要一直到8月份都是这么热的时候，哎，你肯定要花很多钱啊。对呀，啊，天气热到可以用来简单了啊，热浪来袭，热到半条命。而且环境部长说呢，这个热一直会热到8月，甚至到9月也是有可能哦。真的真的，所以呢，怎么办呢？哦，开冷气不是解决办法来的，因为呢，我们下班的电费呢就是会加价了，所以今天呢，你只要把我们的 Home 带回去的话，就解决了这个降温的问题，还可以除菌，还可以让空气净化。对呀，啊，小萍姐呢就很聪明哈，她开了那个冷气开了一个小时之后就关掉，然后呢，再开启我们的 Home 就可以了。对，好像家里面有拜拜的啦，有二手烟呐，对不对？有一些粉尘呐，厨房里面有油烟的话，你看，因为呢我们有这个银离子，直接呢它穿透过去之后啊，你看它出来的空气就是干净的，它是无异味的，然后它是无毒的，因为已经用银离子啊把那些微生物的我们已经卖出63套了，已经把那个微生物的 DNA 全部破坏掉，所以呢，你绝对可以放心在下面一直的生活。对呀，啊，你看我这里哦是没有那个烟上来的。对，你看这边烟一堆的。为什么过滤了吗？银离子过滤了，而且呢，不是我嘴巴想有银离子而已哦，我们真的是有那个 desk report 啊，是这整台机呢是有送去呢那个 laptop 那边的来 desk 的啊，你看有银离子的滤网能够帮你达到呢除菌的效果，尤其是呢我们现在大家都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嘛，除菌很重要。再来呢，还有这个负离子，你看有银离子哦，有负离子哦，所以呢它是双重保护给你。来，今天两个颜色给你选哦，但是 luxury purple 哦已经越来越少，豪华紫非常好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梦幻蓝哈 ，Dreamy Blue， 所以呢，你赶快哦，二选一，只要把它带回家呢，一定可以帮助到你空气净化，然后除菌，甚至呢可以降温。对啦哈，所以呢，不要在外面呢随随便便买哦这种风扇呐。我先讲一下，它除了呢就是不时尚之外呢，通常这一种呢它是不稳的，摇摇欲坠的，你摇摇欲坠的，对不 对？还有那个风骨。那那个手指哦，不只要放进去哦，可能就被弄伤了，有没有哦？而且你要清洗的话很难呢。是啊，我们女生呢就是就是洗完头之后啊，长头发。或是打麻将的时候啊，你知道吗？哎呦，那个头发会这样子卷，对对对，卷进去了咯，啊，多危险，知道吗？所以很多人讲说买这种无叶的咯，但是这种无叶的哈，我跟你讲哦，它就是呢送风的范围呢是非常的有限的，因为你看小巫见到它的 size 比较小，那个出风口在哪里我都找不到，像这样子一台呢也要700-800。对啊，价格不会比我们便宜哦。对呀，啊，但是我们的就不一样了，你看又时尚又好看呢，啊，你看它这个出风口啊特别的大，而且是ABS 的材质哦，普通是 plastic 的，很耐用哦。对，你看汽车的 bumper 就是用 ABS 来做的哦，所以呢特别的坚固，特别的耐用，而且不止哦，你看它可以自动 detect 到呢你室内的这一个温度之余呢，然后可以选择速度，三种速度来给你控制。再来呢，你可以选择有这个负离子，然后你要它 swing 的话呢也可以，你不要它 swing 的话呢，你再按多一次就可以了啊。套组里面呢还有这个 remote control 给你啊。再来呢就是呢它后面呢还有这个银离子的这个滤网，哦，这超厉害的。对对对对对，可以帮你达到呢这个除菌的效果，而且它银离子的滤网呢，它不是一小片，而是一大片，一整片都是那个银离子，你可以丢进水槽里面清洗，一点问题都没有哦。是哎，所以这银离子重要啊，它可以哦把所有的微生物的 DNA 破坏掉，所以这个杀菌的效果就出来了。那如果你说哎我要去到森林后才有办法可以享受这个负离子啊，那今天不用，因为你只要把我们的 Home
打开之后呢，肯定的，你就可以激活空气中的氧气，所以让那个空气的循环就变得更好一些。是啦，四面八方的吹得非常舒服的风，它的风呢是非常的温和的，它不会割脸呐、啊，你明白吗？所以那你看到、哦、我们这个、啊、它的送风的距离呢是非常的广的、哦、可以长达呢6米那么的长，而且大家看到吗？它吹出来那个风呢是非常非常的温和的，不会凌厉的。你看120度的光线，连我整个人都被折掉了，看到没有？真的哎、欸，哎，你看已经卖出77套了，各位要买，已经卖出81套。对了，因为呢下半年呢这个电费要涨价了哈，你可以开冷气，但是开一阵子之后呢赶快关掉，因为把 home 打开之后呢，它就维持你的空气的那个素质，空气的那个温度，所以你可以很舒服。对了哈，不懂得选择随随便便来选择的话呢，人家就随随便便给你了。大家看到没有？我们这个风柱呢，它是非常非常的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采用的呢是这个飞机螺旋桨的这个原理，把这个风呢往上推，然后集中起来，所以它吹的那个风呢，它不是散。是，哎，你旁边那个就吹不起来了。对对对对，因为它吹出来的范围很小哈，然后它不是螺旋风嘛，所以它是直风，就是死风来的，所以变成哦，它就没有办法可以一直的让你空气都坐在循环的一个状态。对了哈，你看小平姐就做了最明智的选择。才是讲到我先生啊，我爸爸妈妈、啊、或者是我孩子，现在是讲到我本身，因为我本身是四眼妹四眼婆啦、就是有时候我戴 contact lens 啦、对不对？如果你是戴隐形眼镜的话，那个如果是你 aircon 一直吹着你，或者是那个风扇一直很吹着你，对你、对不对？你也是有这样的，你也知道我要讲什么的。切身之痛、这个、对啊，这个是它的风是很柔的，所以不会吹到你眼睛很干、所以你看啊，我现在是戴着 contact lens 的、就是隐形眼，你这样子吹几近你都不会觉得很干、对，然后你的手哦，你看啊，它的这个洞你伸进去不会说啊弄伤啊中间头发啊绝对安全绝对安全的。对，而且好、哦、你看到、哦、小平姐坐的近当然吹得到了哈、我就是坐的有一段距离的、我也能够感受到呢这个风力哦，大家就不用抢了，哎呀、我要坐在这个风扇的前面、有可能有些人觉得哎呀这个小架的东西对不对、有吹到这样大的风什么，其实你们不用怕，它是吉里巴利来的、小小、小辣椒小辣椒来的，真的它的风很大，然后呢又美又很时尚又很阿达斯。对，而且可以随意移动，因为它不是很重。重，对啊，你要搬去那里都可以，你孩子要搬、你爸爸妈妈要搬都是不问没有求问题的。是，对、啊、再来就是 ABS 材质嘛，所以很耐用，即便是不小心碰到一下也不会觉得说担心它，哇，买到回去很容易坏掉哦。那今天在这那个客厅用了以后，房间用了，厨房那边没有装那个风扇的话、我们直接就把这个无叶扇带过去就可以了，用完你可以拿出来了哦。对呀、因为电线够长啊，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就要买起来。为什么的话？不然的话你呢就会热到半条命，还算了、那个荷包也会出血啊。对，因为呢、政府已经讲说呢，他们不会再津贴这个电费了啊。所以你一家有四台冷气机，哇，月尾收到账单的时候呢，吓死你。所以哈、你看呢，我们不要讲到最高的电费的话，那就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无叶扇买起来。你看呢，类似的产品才花20.48块了啊，吃一餐都不止啦。但是你用冷气的话，185令吉70仙，真的是很贵，10倍的价钱，我们让你节省10倍的金钱，给你的是最高规格的。为什么？我们有温度的调节、负离子的净化、引力子的净化、风速档方面呢，我们有3档，还可以随意摆动哎，还有定时器长达8个小时。重点是价钱，880、799、700令吉都不用。我们的只需要499令吉，是网站上面你可以去查一下哈，最便宜700多，甚至1000多都有。但是今天不用，因为外面买一台呢，我们在购秀可以买2台那么多，因为我们的价格才464，记得输入这个优惠码啦。2种时尚的颜色供您选择，分别有豪华紫或者是梦幻蓝。来，赶快买起来！市价呢是1199令吉的，今天折扣将近60%，省了多少钱？700块，只限播放时段499而已。现在购买最优惠，使用优惠码 LOVE35 再折35令吉，全码最低价464令吉。太好了，所以赶紧买起来哈！上网订购各家优惠，因为你马上可以得到这个购票的24.95的积分，也就是24令吉95分的现金回扣，下一次就可以用了喽。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 GoShow App 下单。那我就放一台在我的睡房，为什么呢？睡房不开冷气的话，根本就睡不了。隔天早上醒来，主持没有精神，没有力，因为睡不着。是，而且呢，里面呢有那个负离子哦，可以帮我净化那个空气。所以呢，晚上呢开冷气开了1-2个小时之后呢，关掉，开上我们的这个呢智能风叶扇之后，哇，睡得可舒服了。月尾接到那个电账单的时候呢，也不会惊吓。
是我呢就会放在厨房里面去，因为厨房哈不通常都不会有风扇的嘛，直接放一台的话，你随时可以移动到客厅去也没有问题啊。而且呢操作非常方便，就是你直接点一点呢，它就可以操作起来，甚至它有这个银离子是抗菌啊。当你外出回来的时候呢，你可能身上会带一些粉尘啊、一些灰尘、一些细菌的话呢，今天打开之后呢，它就会赶快帮我们净化空气。哇，赶快买哦！我们已经卖出了89套，已经卖出97套。因为哦，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哦。是。天气只会越来越热。没错。但是呢，你家里面你要添购那个冷气的话，冷气现在太好卖了，缺货啊，而且冷气很贵啊，电费单没有津贴也很贵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冷气不用买，你一天开一两个小时之后，用我们的这个 Home 的负离子的净化扇呢每天吹这样子，你就能够享受到呢非常凉爽的风。重点就是它是三合一，为什么？它除了是风扇帮你降温之外呢，它可以净化，它又可以抗菌。好啦，499令吉，虽然是对比市价1199令吉划算很多，但是你想要更加的maximize 你的 financial scheme 的话呢，你甚至可以分期付款。我们有3个月的免利息分期付款，分期付款慢慢还，这台机先拿回家用。是哎，而且拿回去呢，不只是你自己使用，你家里有小孩子的话，特别是要买台给他。为什么呢？哎，常常小朋友看到那个风扇的时候，就会想要靠近的，手可能就会伸进去。那今天你买回去这个无叶扇的话呢，你不担心它可能会伤到手啊？那甚至呢，因为他们远远就吹到了嘛，就不会一直想要靠近那风扇，不会想要靠近电器咯。那我跟你讲哦，男生哦一热的话，尤其是比较胖。体型比较超目标的朋友呢，是特别的容易流汗。一流汗的话，就脱掉那个衣服，在家里面的走来走去，不雅观。所以呢，爸爸把衣服穿上，开启我们这个 Home 的智能三合一的无叶扇的话呢，同样呢可以享受到呢舒舒服服的风。而且老人家，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话啦，你天气一热，你高血压的指数一定会飙的。没错。所以一定要维持你室内的温度呢，在一定的标准啊，那就可以维持你身体的健康啊，血压就不会飙高喽。所以老人家哈，他睡觉的时候，你给他睡冷气房的时候，他肯定也是不舒服的。然后今天你给他那一个无叶扇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 Home 带回去的时候，它是一个可以让环境而均匀的那个空气流通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它不会用那一般的风扇打到脸上那样的不舒服，那样的刺激，甚至会让他很干燥皮肤，所以他可能半夜哈就会惊醒，他睡不好，第二天精神不好哦，你跟着也会觉得会很伤心，没有爸爸照顾好，好像不是你成为一个很孝顺的孩子一样。我们不要，我们买这个给他就可以。丰收节快乐，我们也提供东马免运费。今天只需要输入这优惠码 LOVE35 呢，就让你可以折扣35块那么多。为您带来 Home 三合一智能负离子无叶净化扇，它是您的解热神器，净化空气，快速降温，三合一可以降温、净化和抗菌，时尚又实用，厂家给您一年的保修服务。两种的时尚颜色供你选择，首先有 Luxury Purple， 也就是豪华紫，或者是 Dreamy Blue 梦幻蓝供你选择。市价是1199令吉，但是现在折扣将近60%，马上节省700令吉，只限播放时段499令吉而已。现在购买最优惠，输入优惠码 LOVE35 再扣你35块，所以全码最低价464令吉而已。上网订购更加的优惠，马上获得 GoShow 24令吉95cent的积分的现金回扣，让你下次使用。来负离子净化功能以及银离子过滤网双重净化空气，可以给你抗菌功能，尽享健康自然风。120度的广角送风，覆盖的范围更广，8小时定时和静音，方便移动，节能省电。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过去 App 去下单吧。贵妇的生活就好像小萍姐一样啊、你看呢，家里面的不管呢是什么装潢，哎，我们这两款时尚的颜色都可以呢 easily 衬托你家里的风格。是，没有错，送风量很重要，你看，对，它送风送得很远啊，所以呢，你只要开那个1号，其实就已经够力了，但是你可以在很热的时候呢，开到3号都没有问题。对啦哈，所以你可以自由来选择啊，你看呢，它的覆盖范围呢是非常的广，而且呢，你看哦，它很集中，它上。到下，看到没有？上到下呢，完
全无死角的覆盖，360度零死角覆盖你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是120度的那个广角哦，就是你在任何那个角落哦，你远远的我都可以吹到，很舒服。我站这里哎，强哥站那里，同样吹得到，是没有错。所以今天哦，你不要担心自己的那个电费很贵的话呢，就赶快把 home 带回去，因为呢，我们只要你开一下那个冷气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 home 打开了咯。是啦，你看呢哈啊，报道也是如此啊，这个是新闻报道讲，哎呀，不要外出啊，因为天气很热啊。你看它最热的日子呢还没有到嘞，对对对，你看呢降雨量减少，不下雨，但是都哎呦，那个天气的温度高到可以煎热那个鸡蛋哦，安怎好嘞？是啊，甚至是我们可能预料哈，环境部长说的会到8月份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不出门怎么可以？不出门我们躲在家里的话，你可以开冷气没有错，可是电费呢就因此而抬高，而且下半年哦，我们的这一个首相已经告诉你哦，已经不会有今天了，所以赶快哦，你一定要想办法去省电。对，所以你看哦，哎呀，这个电费没有今天，人家说不要紧了，我买普通风扇。普通了就买这种哦，真的这种的话什么问题？很脏的时候呢，你要清洗很麻烦。再来，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用那个手塞进去玩一玩，或者是把那个头发靠近一点，那个头发如果是靠近的时候，每次冲完凉要吹头发的时候，那个头发就卷在里面，怎么办？恐怖，很恐怖哎！然后整个头皮啊都被扯掉了，没有错，真的是新闻有报道的，你知道吗？不是我在吓你，真的新闻有报过。是，而且用久之后呢，肯定就是它摇摇欲坠的，它就是不稳的，然后就这样，然后一直这样晃晃晃晃，随时倒下来的时候就会压到你，然后压伤你的孩子。很多人讲说不用紧哦，我买这种没有枫叶的，但是你看它的覆盖的范围呢是非常非常的小的哈，对，小巫见大巫，所以直接来看我们家的产品，呵呵，时尚又美观，很好看，而且它送风的范围呢是比较大的哈，而且哈，哦呦，这个风吹出来呢是非常非常的舒服，时尚又高雅，紫气东来 ，ABS 的材质哦，它是非常的坚固的，隔壁的 plastic 的罢了，你一听那个声音你就知道了哈。再来呢，你看自动 detect 到呢室内的这个温度，风速方面1号、2号、3号自己自由来选择。你要负离子的话呢，可以按下去就可以了。swing 的话呢，你就是可以左右摇摆啦哈。再来呢，你看到它有这个银离子，这个银离子呢是非常的棒，它不是那一小片罢了，它是一大片，全部都是在后边，你看。如果你要清洗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把它给拆掉之后呢，丢在水槽里面洗就可以了，还标配了 remote control 给你。来，还有那个风速哦，我们说1、2、3档嘛哈，这个一般上可能甚至5档左右，但是呢，你料它吹出来都是死风啊，那它不是螺旋风的，所以呢，你看它怎么样哈都飘不起来。可是你看我们的 home 的话呢，它是稳稳的可以把这个袋子呢吹起来，所以表示说呢，它可以很均匀的把这一个空气分配到你房间里边，你客厅里面的任何每一个角落。对，你看它那个高度跟我的人是一样高的，已经卖出来122套了。所以你看吹出来那个风速跟成人我相比168公分的这个高度呢是一模一样的，你就知道说呢，它送风的范围是更加的广的哦。这个幅度120度真的是很了不起。现在呢，我们蓝色这一台哦，已经是销售量呢追上来了，已经逼近了我们的紫色那一台了哈。真的也要赶紧马上就是买起来，因为呢，其实呢每一款的那个量也不是很多，小萍姐就很喜欢啦。你看她吹得很像那个 magazine cover 歌这样。没有啦，其实因为我很喜欢这个风扇，是因为它第一是安全。如果是家里有小孩子呢，因为你知道小孩子刚开始会对什么都好奇啦，对，爬的时候啊，或者是走路的时候，他对每一样东西都是那么的好奇。是，所以尤其是很冷的地方哦，他就会更加喜欢去，因为天气很热，他会去找一些比较凉爽的地方去玩的。所以你要注意那个小朋友的手，所以这个呢你不用担心。所以我在讲是安全嘛，对不对？第二是我可以讲的呢，它就是它有净化，还有很多那个优点呢、可以净化啊，负离子这些东西。所以你要找一个普通的风扇来讲哈，根本是没有这样的好处功能。所以呢，第二就是它有这样的功能。第三，除了省还是省，还是更省。对，没有更省，只有最省。没有更省，只有更省没有最省，只有更省。对，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家庭主妇呢，要聪明一点，因为你知道，你去巴萨，你100块哦，你买不到这样多东西了。真的，像以前每一样东西都是这么贵，100块，能省则省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省。安全，然后功能是最重要。当你要买一个家具来讲，真的是很省，不随便讲罢了哦。你看，我们真是有接单给大家看哦。如果呢是说哦，你买这种类似的产品的话呢，你看呢，电费省很多，才20令吉40 cent 罢了哦。但是外面如果是你
你用啊这个冷气机的话呢，185令吉70仙哦，哈，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昂贵，而且呢，你在外面买的话呢，其他产品呢也不如我们的规格强，价钱888啊，799啊，700块都是很贵，我们的呢才499令吉而已，很划算。是，你看一下哦，最便宜799，甚至呢1188的都有哈，而且它可能只是这个降温的功能而已，没有其他的英利子、费子。今天哦，市场上面买一台的话，够秀可以买两台嘞。当然是够秀，买了你都傻傻的，对不对啊？先选颜色啦，我们有呢豪华紫或者是梦幻蓝，两种颜色都很时尚好看。没有错，市场价呢是1199令吉，今天折扣将近60%，省了700块，所以播放时段只要499令吉而已，太超值了！现在购买最优惠，使用优惠码 Love 30，我再折35令吉，全码最低价464令吉而已。赶快带回去，上网买呢更加划算，因为你可以马上再得到哦 Go Shop 的24.95的积分，也就是现金回扣，下一次24令吉95仙，让你可以使用。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 Go Shop App 下单。以前我记得哦，我就租房子的时候哦，那间房子是没有窗口的哦，是，很热的哦。其实很多老家都是这样子哦，那个小房哦或者中房是没有窗口的，热到半条命，所以呢很适合呢把我们这个 home 呢带回去。为什么它帮你降温之外呢，它还有这个负离子，还有这个银离子，还有这个智能的控制，整个 Atas 之余功能性也很强，帮你解决你所有的问题。我们已经卖出131套，134套了。如果你今天住在哦板屋的或者是新瓦屋的那些哦，你在装冷气的时候其实还是一样的解决到这个问题的，因为空气不流通嘛，所以今天你就把我们 home 带回去的话呢，它可以直接让你空气中的那一个负离子哦，那个氧气哦增加负离子之后，就可以更加凉爽一点了。对，而且呢它是没有扇叶的设计，第一它比较安全，第二如果是你要用布来抹的话呢，你要做清理的工作的话呢，也很适合，就不用擦的半条命。而且记得你今天买到的不是一合一，不是二合一，而是3合1啊！家里面的有小孩的话呢，小孩呢最喜欢呢就是爬啦，就是到处走啦，在家里面的跑来跑去，所以如果家里面的空气很肮脏的话呢，它碰到地板是细菌，它碰到床也是细菌，你直接买这个 home 带回去，因为它有那个银离子呢，它至少帮你有除菌的效果，那小孩的安全跟健康，甚至是老人家，你全家人的健康都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像小冰姐刚刚提的嘛，小朋友对着这个冷空气哦，可能会特别去寻找，然后去伸手去摸摸看啊，如果那些有叶扇的话呢，可能就伤害到它了。今天你买到回去呢，今天我们 home 的话，给你这个环境可以很高大时尚。因为呢它很好看，特别新家入伙的，我跟香槟好，我们互相送一台咯、啊、其实我觉得很适合。对呀、啊、你看400多块啊，你10个朋友来炫的话，一个人50块都不到啊，给一百台呀、啊、对不对？但是哦你今天花哦499令吉 啊用 promo code 464令吉更加的划算了，你得到的是1199令吉的品质啊，哇，几开心呢，收礼的人开心，送礼的人呢也有面子。管你送给谁好，不管是给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还是有小孩的话都非常适合哈，所以呢只要是他放在房间里客厅的话，都可以让他享受到美丽啊空气清新的环境。丰收节快乐，我们也提供东马免运费，今天只需要输入这优惠码 LOVE35 呢，就让你可以折扣35块那么多，为您带来 HOME 3合1智能负离子无叶净化扇，它是您的解热神器，净化空气，快速降温，3合1可以降温、净化和抗菌，时尚又实用，厂家给您1年的保修服务。两种的时尚颜色供你选择，首先有 Luxury Purple， 也就是豪华紫，或者是 Dreamy Blue 梦幻蓝供你选择。市价是1199令吉，但是现在折扣将近60%，马上节省700令吉，只限播放时段499令吉而已。现在购买最优惠，输入优惠码 LOVE35 再扣你35块，所以全码最低价464令吉而已。上网订购更加的优惠，马上获得 Go Show 24令吉95仙的积分的现金回扣，让你下次使用。来，负离子净化功能以及银离子过滤网双重净化空气，可以给你抗菌功能，尽享健康自然风。120度的广角送风，覆盖的范围更广，8小时定时和静音，方便移动，节能省电。拨打热线0395441188，或者是到 Go Shop App 去下单吧。天气
热做什么都没有心情。你有报道说的不要外出，因为太热了。好，我跟你说，这样热的天气哦，会一直到八月份，不是我们讲的，是环境部长讲的。而且最近的那个降雨量也减少了，甚至天气热到可以煎蛋了喽、对，所以蛋都可以被煎了，人呢、哎呦就融掉了喽。环境部长讲的热料到八月啊，但是有什么办法开冷气喽？但是电费涨哦，而且电费涨就算了，政府还不要津贴你啊，所以伤的是我们的荷包。所以要找到解决方法了嘛？一般的电风扇的话又吹不到我死风来的，我今天买 home 带回去的话，你就可以让整个空气的这个、循环到很好，然后只要开一下冷气就把它关掉，你去用 home 的话，它就可以一直一直的让我们很舒服了咯。好，我再讲多一次 ，Happy 妈跟我讲就是Happy 妈打麻将的时候呢，一定是打三四个钟的，有时候通宵麻将你用种传统风扇的话，吹到一个人吹不到四个人哦，而且吹到他的皮肤很痒，皮肤眼睛干干，所以Happy 妈把这一台带回去他跟我讲，哇，舒服到半条命哦，四个人不管你是东南西北你坐哪一个位置都可以吹得非常的舒服，而且它的风呢是非常的温和的，不会刮到你的脸零零裂裂很痛，不会，它没有这样子的问题。那如果你今天是在那一个我们密闭的空间里边，还是你今天像小平姐她有特别喜欢的，那我们请她来帮我们推荐一下。尽量快点买哈，因为你在外面买你是买到一架的价钱，但是我们在 Go Shop 呢是两架的价钱，你可以送你自己爸爸妈妈送给你的嘎嘣嘎婆爸爸妈妈这样收下你的 love。爱心 PR 就荷包呢也不会大出血啦，所以香槟 approve， Happy 妈 approve， 李湘 approve，小平姐 approve， 可以买谢谢大家的收看，继续下单不要停哦，拜，我是香槟，拜拜，我是李湘，拜。拜拜。